甘于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感恩为金刚经的祈祷文叩钟，祈祷文我们同声开口，十念放光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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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好，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请翻到第一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起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如香赞，如香乍热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是妖闻，随处皆香语，唇印方音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净身业真言，唵修得利，修得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净口业真言，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净意业真言，唵哇日那达呵呵吽。安土基真言，南无三藐陀摩陀那，唵度卢度卢帝舍，萨婆诃。不供养真言，唵耶耶那三婆哇。奉请八金刚，奉请清楚在金刚，奉请菩提金刚，奉请黄水九金刚，奉请别净水金刚，奉请净身火金刚，奉请定喜在金刚，奉请止贤金刚，奉请大神金刚，奉请四菩萨，奉请金刚卷菩萨，奉请金刚手菩萨，奉请金刚爱菩萨，奉请金刚语菩萨。发愿文起手三界中，归命十方佛，我今发宏愿，直指金刚经，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止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云何犯？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以此经就近到彼岸？愿佛开为密，广为众生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遥请三藏鸠摩罗什译。法会应有闻第一，如是我闻已是佛在舍卫国其数起孤独园以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二十四尊十四着依此钵入舍卫大者，即时已成。是第七，还自本处饭食器，烧一钵，即足以趺坐而坐三圣齐请分第二。传不立，在大众中，即成坐起偏袒右肩右先者，第二。恭敬而白佛言：昔有世尊如来相互念诸菩萨，善护主咒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降伏其性为眼，善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咒菩萨。如今谛听，当为如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如是住，如是降伏其性，唯然是真愿要语闻。根据三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软身，若胎身，若实身，若化身，若有身，若无身，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今令诸无语涅槃而灭度者，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妙写无著分第十。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法修所之心，不是所谓不住色、不施、不住色相、未触法、不施。须菩提，菩萨因如是不施、不住一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不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云何东方、西方可思量否？佛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是为上下虚空，可思量否？佛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不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因如所教准，如理实践分第五。须菩提，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否？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本第六，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张逊神是喜佛。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五百岁，有五祖者依此张逊，能生信心，以此为始，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亦以无量千万佛所种出善根，为是张逊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须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即为着我人。
人众生受者，若取法相举着我人众生受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举着我人众生受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自我说法，如法义者，佛常应，何况非法？无得无亲地亲，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如来有所说法也。须菩提也，如我结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一切为法而有差别。如法出生分第八。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用不是世人所得福德，名为多福。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其为福德，是故如来说的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能实行，须等为他人说其前福德，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去。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为佛法，是名佛法。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含能作是念：我得须陀国佛。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须陀含因为入流而无所不入，色香味触法，是名须陀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含能作是念：我得须陀含国佛。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须陀含因以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须陀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难含国佛。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阿难含因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罗汉。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世尊，佛说我得五正三昧，人中最为第一，离欲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此证者不说。须菩提，是要阿那那恨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要阿那那恨者。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习在人登佛所，依法有所得否？佛也，世尊，如来在人登佛所，依法是无所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佛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注摄身心，不应注摄身香味触法身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生须弥，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佛。须菩提言：佛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是如是沙等恒河，云何是诸恒河沙？须菩提言：甚多世尊，恒河上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十年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以七宝满恒河所有三千大千世界，一用布施得福多否？须菩提言：甚多。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为他人说甚浅福德。须菩提，谁说是经乃至是句句等，当知此处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竟然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之法，若是心田所在之器，即为有法。若尊重弟子如法受持分第十三而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分布？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指，如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言：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成就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无为成，如来说非为成，是名为成。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否？佛也，世尊，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
即灭分第十四，二十菩提。闻说世经深浅，一切涕泪悲泣而白佛也。昔有世尊佛说是生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世经，信心清净，当知世人成就第一，昔有功德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昔有众生得闻世经，信解受持，世人即为第一，心有何以故？世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离诸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世人甚为稀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入波罗蜜，如来说非忍入波罗蜜，是名忍入波罗蜜，何以故？如我昔为割力王割绝身体，我以我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何以故？我以王觉知觉之觉醒，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无受者相，一生诚恳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尊忍入仙人，以尔所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法，堕落三藐三菩提心，不应注射身心，不应注射身心，身心应生无所事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注射不是须菩提，菩萨为离一切因生故，因如是不是如是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欲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始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生，如人入暗其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知，如人入目光见众生。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与佛智慧。当知世间世人今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若善男、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解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未发昌盛者说，未发最上圣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所，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思、无有边、无有思议功德。如是等等，如来多少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要小法者，走我见、人见、众生见、色界见，即于此经不能读诵，解说须菩提，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即应恭敬作礼围绕，以树香火二藏分第十五六，不解须菩提，二善人善与人受持读，要为人亲见故，是见见见因多恶道，以尽世尽。先是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以燃灯佛前，得指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是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份，乃至善数譬喻所不能及。若善男子、善女人，我见其说了，我有人闻信苦吗？无以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已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分第十七。二是须菩提，色善男子、善女人，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何因住，因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色男子、善女人，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灭度一切众生，应度一切众生矣，而无以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依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方阿耨多罗
者三藐三菩提心者，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一人等佛说的？有多等三藐三菩提佛，佛也世尊，如来如我所说意，我以人等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也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人等佛即以不以我受记，如以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人等佛以我受记作誓愿，如以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佛，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是故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三藐三菩提，于是众无始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生长大，须菩提，人生长大即非大圣，是名大圣，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不明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得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一体同光根第十八，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否？如来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是说是沙。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世间如是名为多佛，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而且我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须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化分第十九。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永不失是人，以是因缘得福。不是世尊，持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佛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佛，佛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须菩提，欲是念，我当有所说法否？是念，何以故？若人也，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法，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二十会命。须菩提，白佛也，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否？佛也，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即不心，是名众生。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菩提，佛也，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我所得也。佛也，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岂非善法？是名善法。须菩提，若善见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如是等七宝具，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以前福的百分不及一百千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二十五。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
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能众生咒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本第二十六，须菩提，于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须菩提也，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也，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须菩提，拜佛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不应与三十二相观如来，而是世尊而说偈也。若以色见我，以因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如若作是念，如来不与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与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若作是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以法不说断灭相。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持菩萨，这些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也，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证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第二十九，须菩提，若有人也，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觉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色为门，以欲云何事为成就？名为多否？须菩提也，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为成就，实有者，佛即不说是为成就。说欲者何？所说为成就，即非为成就，是名为成就。世尊说，说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者，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此事。须菩提，若人也，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就者见。须菩提，于欲云何世人解我所说意否？佛也，世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智，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须菩提，若有人与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即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以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甚彼。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当欢喜信受奉行。金刚真言：那么破伽梵地多利者，波罗蜜多利，打知他。唵、哦，何利地利时利时利之，生命利之，佛说亦说哈。金刚经真言：唵、哦，乌伦里娑婆诃。普切真言：那么诃那达那多那夜耶伽那伽那记住记住摩那摩那普那吽呵呵苏达那吽波摩那娑婆诃。普切圆满真言：唵、哦，呼噜呼噜舍利木契梭哈。普回向真言：唵、哦，娑摩那娑摩那离摩那娑哈那摩诃迦哈那吽。金刚赞：但以身相觉相超中，顿化人法解真空，般若味重重，世尽融通，无得叹无穷。南无金刚会上佛菩萨，南无金刚会上佛菩萨，南无金刚会上佛菩萨。弥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欲世界，无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至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大悲咒。那么和那达那多那年耶，波罗揭谛萨婆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琉尼迦耶。嗯，萨婆那跋伊舍达那达夏，那摩悉吉利多伊摩诃利耶，波罗揭谛萨婆那忍陀婆那摩那那谨墀。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诃多哆娑婆诃室因娑婆萨埵南无菩萨埵南无婆伽摩诃萨埵达智他唵阿婆卢羯卢迦帝迦罗帝夷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摩悉摩悉利多伊毗卢毗卢羯摩哆罗哆罗跋奢耶帝摩诃跋奢耶帝陀那陀那毗尼尼十方那耶遮那遮那摩摩跋摩那摩地利夷悉夷悉悉那悉那阿那僧波那舍利跋沙梵僧波那舍耶呼噜呼噜摩那呼噜呼噜悉沙那沙那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耶菩陀耶菩陀耶弥地利耶那那谨墀帝利舍利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萨婆诃悉陀夷悉十方那耶萨婆诃耶萨婆诃那那谨墀娑婆诃摩那娑婆诃悉那僧阿穆伽耶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耶娑婆诃舍利拉阿悉陀耶娑婆诃婆陀摩揭悉陀耶娑婆诃那那谨墀婆伽那耶娑婆诃摩诃利神揭那耶娑婆诃南无阿那达那多那耶耶南无阿利耶波罗揭谛娑婆那耶娑婆诃唵悉殿都本那那跋陀耶娑婆诃回向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金刚经法会圆满我们感恩、哦、这一场法华语来净化我们也期盼点灯所有的排位以及往生所有的排位者最重要的我们期盼所有的十方法界众生百姓家人以及长水众累世的延庆债主及历代的祖先更重要的能够成就的未来佛我们同声开口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是众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果远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远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金刚经法会圆满